好，那下一只是谁啊？我们讲李儒啦。其实长得蛮帅的，而且对打你伤害可以在这群里赚伤害。然后刘表应该还没讲啊，哎，刘表有了吧？哎，不对，我们昨天是讲沮授，我所以刘表也给你们看一下哈。看到吗？哎，等一下是怎样啊？现在战力是怎样？为什么工会我都加不到嘞？那游戏现在还是蛮竞争的。怎么比爱浓烈？17，16。15。14。43。继续收集这个装备，然后竞技场继续打。其实我觉得我真的是不知道说什么，不知道竞技场就一直开在那边呗。我现在的目的哦，改到他们先上蓝角吧，因为之后还要讲变身卡嘛。因为目的都先上那全蓝装哦，全蓝装，然后赶快把这次经验值给拉上去。资源花太多资源在其他值，哎，我们全蓝装了，那毕业了啊！那早就不用扫了，你干嘛一直斟酌啊？大概啊，激活两条金瓣。与真姬合集啊，这样不练他又不行哎、欸。哎呀，有点不想啊。但是我又是一个很那个的人。长枪狂舞，那一定是假心啊。你看这个就有挂，刚才那只就差那么多，那每两个战力都差不多。长枪狂舞，这个总是会赢比较大，但是他就是没办法。这个呢？长枪狂舞，感觉都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这样。
哦，没车剩这三只哎，鸡。OK。